国的农村现代化有四大客观的发展演变趋势。那么下边呢，我想具体说说这几个概念啊。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必须经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那么这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那么整体上回顾我们农村的这个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或者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那个30年，我们农村经济的主题就是发展粮食生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农村经济实际上就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又主要是一个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历史阶段的主题。那么这个历史阶段在我们新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当中，它是不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呢？很显然它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家知道，那么这个阶段恰恰是我们新中国开始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历史阶段。那么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农村怎么办？农民怎么办？当然应该组织起来，应该通过合作化、集体化组织起来，解决我们粮食的问题、吃饭的问题、温饱的问题，也就是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稳定的农业基础、粮食保障，是这个根本任务啊。同时我们农业的发展也是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这是这个阶段的历史。很显然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我们农村别的现代化任务都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呢？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能够要结束这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型？我认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说，我们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是不是达到了能够解决温饱的标准。那么理论上一般的说，这个标准就是全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一般的说要到289/10公斤，就不超过300公斤的样子。就一旦我们的全国的农业生产水平、粮食的生产水平达到了这个指标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农村发展的这个粮食问题，整个国家的粮食问题可以基本解决，以后再发展就是农村的多种经营啊、经济作物啊，包括后来的2、3产业的发展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将近30年，以农业经济为主，以粮食生产为主，当时叫以粮为纲啊，多种经营啊，这个阶段是新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毫无疑问，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政策从基本面来说是正确的，包括从土地改革到互助组、出鸡社、合作社，一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的集体化，从这个制度安排来说是适应了我们这个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实现国家工业化，是适应这个需要。现在有些舆论理论上把这一个阶段的历史功绩进行否定、抹黑，这个都不是严肃的对待历史。实际上我们不但基本完成了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而且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恰恰我们的农村经济已经进入到
开始向第二阶段转换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第二阶段，第二个必须经历的大的历史阶段是什么呢？我把它定义为叫农村产业革命，或者叫农村的产业结构变革，或者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农村开始工业化的阶段，就是农村的现代化。第一个阶段要解决粮食问题，主要发展农业经济，第二个阶段要从以这个为纲，以这个为主题，转向发展多种经营，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工服业，也就是农村的工业化进程，类似于西方早期的产业革命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从全国来说，这个阶段的转换，我的判断大体上是八十年代初，因为八四年是我们国家当时粮食产能最高的时期，就到那个时候，或者说达到那个农业水平、粮食生产水平，就基本上我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然，除了局部老少边贫地区啊，还存在一些这个温饱问题以外，整体上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然，我是多年研究北京郊区现代化问题的。那么就北京郊区的情况看，这个阶段的转换要早，实际在七十年代的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从以粮为纲向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转变，它的根本标志是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那么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北京郊区到一九七八年底的时候，农村那时候人民公社还没有取消，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里边啊，非农产业的经济成分已经占了一半，51%多。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农村经济里边农业份额在减少，比重在降低，工业的非农产业的份额在迅速增长。这个用一个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概念来说，实际上已经进入农村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了。所以北京的这个经济社会，郊区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于全国来说要早，这个阶段转换要早。那么这个第二个阶段为什么也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经历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重大的问题，实际上在背后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怎么发展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当时在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思路，就是58年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我们的人民公社，我们的农村经济、集体经济，将来的希望在哪里？在于公社工业化，光明灿烂的前景就在这里，就是指的人民公社最终要工业化。这个我们后来啊，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在理论上是讲什么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的准确的含义，按照过去公社体制的延伸看，应该是公社工业化。那么从这个当时的论断和设想来看，就是我们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是应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条腿是国家的、城市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这是我们后发国家必须要先建成自己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工业，这是一条道路。那么在初期就第一个阶段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农村是要搞农业、搞粮食，支持这个工业化。当粮食问题解决以后，那么我们农村同样也要进入工业化进程，这就等于我们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由城市的工业化拓展到农村的工业化，拓展到公社的工业化。国家的集体所有制的不是国家的国有制的国有经济的工业化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工业化，人民公社的工业化，是这么两条腿走路。
那么实际上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前期，我们整个农村经济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早期叫社会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那个时候的区县和乡镇干部干什么？全主要的精力在于抓企业嘛，抓大宗产业嘛，对不对？为什么后来我们全国都说乡镇企业占了我们农村的经济的半壁江山呢？啊，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的工业化过程，就是国家里城市的工业化啊，向农村拓展，导致农村进入产业革命的阶段啊。所以这个阶段是我们中国的农村要完成现代化转型必须经历的第二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在我们实际的历史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当中这个当中过程中，相当于我们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期，大体上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发达地区实际是70年代后期就开始，啊，你要说到这个像华西啊、刘庄啊这样的典型，实际上70年代就已经开始，就是当这样的村庄完成农业基本建设以后，他就已经70年代就已经主动的开始向农村发展二环企业这个方向调整。咱们农村老模范，这个河南的这个刘庄的史来鹤老书记，啊，大家都知道。那刘庄的拖拉机的小喇叭，70年代末已经响遍全国了，啊，就说明凡是我们后来或者说一直到现在，农村集体经济还非常好的这样的典型，都是很顺利的由以粮食为主，然后迅速的进入发展非农产业、二三产业。我后边还要讲为什么公社工业化它有必然性，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后面再讲。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大家想一想，一旦我们的农村开始进入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以后，那就意味着农村内部的产业迅速的分化，就生产迅速的社会化，农业内部也开始分化，啊，那么工业化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必然带来产业经济的相对的集中的布局，啊，集中布局，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这种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农村社会的城镇化，啊，城镇化。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的原有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北京郊区的乡镇企业，啊，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工业扩散下去的，啊，是和原来的城市工业变套的。所以说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它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和城市工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啊，那么这种发展结果就最终导致我们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要进入一个第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城乡统筹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一体化阶段，就城乡融合的阶段。城乡如何发展？城乡共融，共赢共荣，就走向一体化，啊，这就是说，简单说，就是我们这个60多年的农村经济、农村现代化，如果是健康的发展，它必然要经历这么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为主阶段，到大量的发展社会企业、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再进一步的发展，农村的经济和城市的经济，农村的工业和城市的工业，包括农业和城市经济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啊，最终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要在这第三个阶段来解决，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必须要经历的这么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处在这个第三个历史阶段历史时期中。当然问题是出在第二阶段，
以至于我们现在要完成城乡一体化，要真正破解二元结构的难度很大，积累的矛盾特别多。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实际上我们改革三十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除了八十年代是缩小的以外，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的，不是缩小的，而是越来越大的。这恰恰是中央在新世纪以后提出什么城乡统筹啊、协调这个发展啊、集统筹，恰恰是由于这个是事实。你的城乡差距在扩大，在拉大，在分化，所以我们现在客观的趋势不是越来越和谐，城乡关系也不是越来越和谐，不是越来越和谐，二元结构不是越来越协调，而是矛盾越来越尖，差距越来越大。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农村现代化，客观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客观的历史，从历史进程来说，它必须有这么三个阶段，这个三个阶段都带有必然性，不是你认为的就能把它否定掉。你为了否定合作化、集体化，你就把我们前三十年的历史全都一抹黑，这个东西在站不住脚，站不住脚。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一个问题，我讲一讲。那么，为什么农村的现代化，它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的现代化问题？我把它概括为有四大基本的发展趋势。四大基本趋势，哪四大趋势呢？第一个就是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趋势，农村的工业化发展趋势，农村的城镇化发展趋势，然后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这么四个大的趋势。这四个问题，四个大的趋势，基本上是我们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它既是我们的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趋势，又是我们要解决所有中国三农问题所面临的基本任务。你完不成这四项任务，你这个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你完成不了，或者说三农问题你解决不了，解决不了。那么这四大趋势我稍微做一些解释啊。那么首先说农业，农业内部就是我们说农业大农业啊，农林牧副渔，这大农业不是仅仅指种植业这个小农业的概念，而指大农业。大农业的概念在进入我们这个现代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以后，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的粮食问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那么农业，我们的农业就必然开始在内部进行产业分化啊。这种产业分化说白了就是由我们过去叫多种经营，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那么这种多就由多种经营逐渐的变成多种产业，就是我们农业内部变成多种产业，并且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主导产品，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化的区域分工，这个叫做农业的产业分化。在这种分化的当中，要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从生产环节、加工环节、销售环节啊、物流，一直到科研等等啊，就是这个产业链条要完整起来。农业不仅仅是个生产呢，不仅仅是一个生产环节呀，它是由产前的这种生产资料的供应，到生产过程，到中间的各种社会化服务，到农产品的加工、贸易、进入市场到消费，它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那么农业的产业分化和产业化，它的本意就是说，我们的农业要由过去那个每一个村、每一个乡镇都搞以粮为纲，要从这个局面逐渐的转向，不同区域要有不同的农业的主导产业。你比如说，我们几个大的产粮区，商品粮基地，有些地方会形成蔬菜基地，有些地方会形成干鲜果品基地，有的是水产基地，甚至这个分化会越来越细，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区域化分工。
那么产业链条的延伸，这是生产的社会化啊，这是我们农业本身现代化，它必然要这样走啊，它就是一种规律嘛，它必然要这样走啊。所以说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农业的发展趋势就是要逐渐的在农业内部产业分化、区域分工，然后按照不同的区域主导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这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啊。然后我们的农民呢，按照产业转移的情况，留在农业的按照这种产业化的分工，把我们的农民组织起来，分别的进入这种产业体系的各个环节，这是真正解决我们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大趋势啊。但是这个趋势后来被我们有些学者就概括为什么公司加农户，一说农业产业化就是公司加农户啊，这个东西我是不赞成。公司加农户绝不能代表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这个模式，特别是资本主导下的公司加农户，无非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给资本家打工，是这样一种体制，这样一种模式。真正的现代农业化的产业化模式应该是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办公司，我给它概括叫合作社办公司啊，合作社办公司办企业，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条，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这是农业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我们实际上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就应该不断地沿着这个方向来探索，来总结经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上，我认为是路子是偏的，偏就偏在公司加农户。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农村的这个农业的演变进程，主要问题仍然是到底是农民是主体是主导，还是资本家是主导。直到目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并且成了现在农业问题的主要矛盾。这我后面还要简单说一说。那么第二个趋势，农村现代化的第二个趋势，第一个趋势讲农业，第二个趋势什么呢？就是农村工业化的趋势。这个农村工业化的趋势说白了，就是我们原来的农民在农村在人民公社全是种地的，那么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以后，我们的农民就还有相当一部分要从种地走出来，进入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进入社会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这就是意味着我们的在我们农村内部，由过去只有农业，顶多有一个副业，农副业啊，由这个局面走向要发展更多的非农产业。实际上我们过去就有什么五小企业呀、后来强调农产品加工业啊，为农业服务的机械工业等等，还提倡在农村办。改革之前就提倡这个吗？对不对？71年有个北方农业会议的文件就提出农村要发展社会企业嘛。北京郊区大规模的发展社会企业是75年、76年以后吧，就70年代的后期吧，发展了。这就是意味着，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就是在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和粮食这个到一定阶段以后，农村的粮食问题也基本解决以后，那么我们农村内部要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个进程就是农村大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变革，就农村的整个产业结构不要仅仅限于农业啊，而是要大规模的向二三产业拓展。这就是过去毛主席说的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深度就是要延伸产业链条嘛，广度就是拓展我的产业规模嘛，发展非农产业嘛，就这个过程，这个趋势，大家想想是不是应该的，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必须的？我认为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我们中国的农民要大规模的转入到
工业领域转入到城市，不可能通过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这一条一条腿来完成，这一条路来完成，必须得有农村的工业化来完成，来实现农民的产业转移和城镇化集聚。所以这个是一个客观的趋势，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要这样发展，否则农村发展不起来，富不起来。这是第二个大趋势，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领导者他真正是站得高、看得远的话，那么他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改革一开始的初期，就应该意识到我们农村一旦粮食问题解决，我们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潮，我们农村的工业化的高潮到来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保证这种发展趋势健康发展。但是遗憾的是，我觉得我们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不是很高明，其中有些论断书上都有记载的没有想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没有想到意外地抱了一个金娃娃，这就是书上有记载的，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可以看到，没有想到。那毛泽东五八年就说我们光明光辉灿烂的前景就在这里，在哪儿？公社工业化吗？对不对？五八年就说公社工业化，八十年代我们乡镇企业真的异军突起了，我们没有想到反倒在83年、84年把人民公社给解到了。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他的理论修养，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的造诣到底有没有，这就看出水平了。所以说，我说农村要进入工业化进程，如果人民公社不解散的话，我们农村就要进入公社工业化进程，这是一种客观的趋势，不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第二个趋势。第三个趋势就是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加上工业布局的相对集中，包括我们比如说在公社后来叫乡镇了集中建立工业园区、产业园区，那么这种继续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第一，农业劳动力大量的向二三产业转移，对不对？随着这种转移和整个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必然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如果人民公社的体制不解散的话，那么它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导致除了公社工业化以外，一定要导致公社城镇化，就是公社的中心区就是小城镇以二三产业制成的小城镇吗？就是这个结果吗？它必然带动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就经济的集中、经济的产业的集聚必然带来人口的集中，就是我们外围的村庄、一般的村庄的人口会减少，甚至有些村庄会衰落到条件成熟的该整治一整治，再加上新农村建设，那么我们就彻底带动我们传统农村社会的城镇化的转型所以这种就是这种农村的城镇化是我们农村现代化的第三个必然趋势，由农业的平面社会变成城镇化的这种有生长机的、由新型产业带动的这种社会，工业社会、城镇社会，所以它是一个第三个必然趋势。如果说通过公社这种体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完成了城镇化进程，那么下一步很显然，我们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就好解决了吗？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完成了城镇化的集中集聚，那么城乡一体化二元结构的问题就非常容易解决，包括户籍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包括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等，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怎么会弄到现在这种几座大山的这种状态呢？是不是？所以说城乡一体化，城乡最后这个差距缩小，它是一个最终的趋势，也是我们农村现代化这个基本任务完成的最后一个标准。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客观的趋势，客观的趋势。不管你，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体制，啊，你要完不成这四大趋势，你的现代化你完不成。或者说反过来说，检验一个条路线，检验你的指导思想、你的路线、你的政策、你的体制是否正确，是对了错了还是错了，是左了还是右了，啊，我就看你每一个历史阶段政策方针是不是和这个阶段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是不是为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相适应，不适应的你这个路线就有问题，就是错。那么这是说，这就是我认为就是中国，我们中国的农村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要完成这个四大任务，或者叫四大基本趋势，啊，农业的产业化，啊，农村的工业化，农村的城镇化，最后实现城乡立体化，就这么四件事。这四件事办完了，你农民问题就解决了，农业问题解决了，啊，但是这四件事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比原来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啊，严重得多。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从未来的这个趋势上，啊，还可以做一个概括，就是说最终我们必须通过三个一批来解决农业问题，就是从人的角度看农村的现代化，从人的角度看解决农民问题的角度看，必须要三个一批，不是两个一批，更不是一个一批。哪三个一批呢？第一个一批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或者说原有城市的扩张，应该承担一部分吸收我们农民一部分农民的城市化转移的任务，也就是要有一部分农民要完成市民化，彻底的变成城市居民，这是一批。这一批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现在所有大中城市扩张当中已经列入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农村和农民，都必须完成这个转型。拿我们北京郊区来说，我们北京郊区这样的乡镇和农村有一大批，从乡镇的数目来说大体上至少要有30几个，从村庄的数量来说大体要上千个行政村。都哪些范围呢？你比如我们潮海丰池，还有我们10个远郊区县的新城的规划范围都已经定了，凡是列入这些范围之内的村庄，毫无疑问它将来的发展不要再建设什么新农村了，而是要把已经列入城市规划范围内的村庄，让它逐步的把农村经济变成城市经济，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成城镇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的那种居住环境变成城市化的新社区。现在北京正在做这个工作，啊，今年不开始有50个挂账村吗？啊，就是这个类型，就是这些地区的农村和农民必须完成城市化的转型。还有一部分就是我面上的一般的农民，比如说我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我也在城市有了房屋了，社会保障也有了等等，我就是以个体家庭身份迁移到城市里边，全国也得有一批吗？啊，所以这两部分加在一起，就是说农民我们的现状农民当中第一个一批是要完成城市化的这种转移市民化，第二个一批就是要靠我们的城镇化建设集中集聚一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小城镇发展战略。我们农村出问题出的最大的问这个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把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体制弄没了，乡镇以及过去一大堆集体企业集体资产
全部私有化。所以后来农村的城镇化积聚，就失去了组织载体、体制支撑。实际上，按照毛主席当年的设想，毛主席当年早就说过，说我们工业化以后啊，我们的郑州的农民不可能全涌到城市里来啊，如果全涌到城市里来，我们这个城市还怎么办呢？他的思想就是要发展公社工业化吗？在当地，在本土实现农民的产业转移和城镇化集聚吗？这就是毛主席给我们设计的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吗？对不对？后来这个路子断了，对不对？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结果是全国2亿多的农民工，对不对？说农民市民化，真正我们的农民工有几个能市民化的？只有农村里面分化出来的一些个体私营的完成了资本积累的这个小极少数群体，他可以迁到城市里来，他可以这个极小少数群体可以完成市民化。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多年的房地产政策，房商品房价格，不要说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不可能承受，我们的市民兄弟有几个能承受得了我们现在这个商品房价格呢？谈何农民工市民化呀？这对于画饼充饥的事啊，我们好多学者啊，研究大课题啊，怎么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大课题来研究，无目的题。你怎么能市民化？这个方面，这个商品房市场的这种体制，这种价格，啊，能让我们农民工市民化吗？啊，这都不可能的事。所以说，解决我们农村、解决我们农民的现代化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除了一部分能够城市化的以外，更主要的，一定要依托农村的城镇化。依托工业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小城镇，实现本土的这种产业转移和城镇化集聚，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改革后20多年来的一些重大失误。其实八十年代的初的时候，我们有些老学者啊，比如说费孝通啊，那时候也是研究小城镇的啊，都很重视农村的工业化、农村的城镇化，但这个呼声后来也被这个另外的这个主流精英们的这个声音压下去。这个，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从整个国家来讲，如果说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要靠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业两条腿走路的话，那么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和西方不一样，应该是国家原有城市的扩张发展和农村地区小城镇的培育发展也是这两条腿走路，也是这两条腿走路才行。我们现在的城市化道路，我认为是出了大问题了，20多年来出了大问题了。我们现在一说城市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农民进城，啊，我看包括很多中国社科院的一些课题，所谓的城市化的课题，它那个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他研究的那个城市化，就是怎么让农民进入城市，就这个就叫做脱离中国的实际，就叫做照搬呢，啊，这就叫做这个，一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其实都是教条主义，都是脱离中国实际。中国实际的城市化道路是以农村城镇化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或者说要是毛主席当时的设想，是以公社工业化为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道路，啊，这是我所说的第二的一批，就是要靠农村城镇化在本土积聚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和农业人口，建设规模大小不等的小城镇，有的小城镇最终要发展成城市小城市，啊，最终甚至发展成
中等城市都有可能，应该走这条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我们的农民全逼得出来打工啊，全成了资本的雇佣劳动者，但是你还变不了市民，就是这么一个难受的状态。我曾经写过文章，在报纸上发过，这叫我们农村现代化的尴尬，尴尬。这头放弃不了土地，那头变不了市民。你说他是产业工人，他又有土地是农民；你说他是农民，他早就不经营农业，而是连在进城从事二三产业。这个现象难道是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应该有的正常现象吗？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现象，它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这说明我们的路线或者政策出了毛病，出了毛病。所以说这是我们也是改革当中啊需要反思需要总结的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一个是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一个是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我认为都不能简单的照搬啊，还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情，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这是第二个一批。第三个一批就是我们最终留在农村的农民，将来也是以现代农业为支撑的农民，要通过什么呢？通过你叫新农村建设也好，我习惯于叫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来提升，就是说把我们传统的农村进行改造，基础设施进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套，并且进行适当的相对的集中啊，使我们留在农村经营农业的农民享受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待遇啊，就等于把我们传统农村的面貌全部加以改造改装，就把我们的农村条件提升了，产业上就是刚才说的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提高农民的产业化组织程度。所以说真正解决我们中国的农民问题，我的结论是要通过城市化转移一批，通过农村城镇化积聚一批，通过新农村建设或者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我们七八亿八九亿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农民群体，否则只能把我们农民挤压在啊这种农民工的这种尴尬状态，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所以正面的讲啊，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啊，正面的讲就是我认为就是要研究它必须经历的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必须完成四大历史任务，或者就必须适应这四大基本趋势，然后要分三个一批分类的解决我们的农业问题。那么这里边就要有不同的政策界限，你比如说完成市民化的转移，你关键应该有什么政策，对不对？完成市民化的转移，它还能要农村的土地生活权吗？不能啊。但是我要在本土城镇化集聚的进入小城镇的，我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这就和整个土地承包制度都是相关的。现在没有人研究这样的区别，没有人研究这样的政策啊，泛泛的说市民化，如果我们的农民都市民化了，那时候还存留着土地承包权呢，那我请问那农业的规模经营又怎么上去呢？对不对？农业又怎么现代化呢？它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留在农业上的人会越少，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那么这就意味着离土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对不对？进城进入所有中等以上城市的真正市民化的，理论上说都应该放弃农村的权益土地权益啊，或者叫脱离集体经济组织的身份，你变成市民了嘛，对不对？你这些问题现在没人讲啊，所以我的总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理论也好政策也好已经相当混乱啊，但是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我们中国农村要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它必然要面对的，它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大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大问题我讲一讲，那么我们这个农村现代化这么多年，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为什么现在六十多年了啊，三种问题还怎么矛盾越积累越多？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那么我觉得这有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里面啊，就三农内部来说啊，就三农问题的内部来说，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当时简单化的解散了农生，这是后来，这是造成后来所有三农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啊，最主要的根源。好多同志在反思改革当中或者总结经验教育当中，好多同志把这个矛头一直指向联产承包啊，我倒不完全这样看，或者在某种本来的意义上我还倒支持联产承包，就是不要对联产承包不要简单化的否定。当然后来这个概念被偷化说联产承包，实际不是联产承包，已经是单非常简单的分摊单干了，这是另外的问题。什么叫联产承包啊？联产承包是我这个集体当中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有一个承包关系，这才叫联产承包啊！我们中央的文件到现在也是说家庭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啊，有双层经营体制才有联产承包吗？对不对？联产承包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呀？是集体经济内部的一种分配和经营方式，联系产量去报酬吗？对，对不对？原本的意义是这样的吗？最初的意义含义是这个吗？但是这个概念这个本意很快的被偷化了也好，简单化也好，就变成赤裸裸的就家庭谈判了，后来连提留也不上交了，总共什么都没有了，税也没有了，那么就演变成了这个家庭单干。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题呢？我认为是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我们农村现代化造成目前这么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最主要的根源在于简单化的解散人民公社，因为这联产承包真正要按照当时的政策含义啊，它是以集体经济的存在为前提的。当一个存积集体经济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联产承包这种形式随时可以调整，随时可以调整，不存在什么永久不变的问题啊，什么什么一百年不变的问题，这个都是典型的形式上学。哪有一个党的具体政策有会有一百年不变的东西吗？啊，提出这样的口号只能说明我们理论修养的幼稚。我曾经调查我们北京郊区的一些很典型的村，就是有的村甚至在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吧，这个联产承包折腾了几次开始分了啊，大家弄一段不太愿意又回到集体啊，你弄了一段还感觉不舒服，又再回下去折腾了两三轮，最后还是回到集体了。后来我就跟那个村干部就聊，我说你们这个土地又分啊又合呀，我说这里边的道理是到底是什么道理在起作用呢？后来这些村干部给我解释啊，他说我们当我们的农村的这个其他企业啊还规模小的时候，大家都还主要以农业为主的时候啊，你把地承包到家庭问题大没关系，跟家庭承包没关系啊。但是家庭承包以后，我们的干部的主要精力干什么呀？那农业我不用操那么多心了，干部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上企业嘛，
非农产业项目。这个村别管是种养殖业的企业，什么各种加工的企业，最后搞了二十几个，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前期那都是非常兴旺的。后来这个农民他自己种地，完了这边村里面集体企业在发展，不断的劳动力向企业转移，那么他企业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我说最后这个农民你让他劳力他不愿意劳了，说你还是你集体种吧，办什么农场还是办什么吧，这农民都不愿意弄了。我说这个后边的原因是什么，干部说很简单啊，说当这个农民在集体企业里面的收入大于他家庭自己经营农业的收入的时候，他就不再愿意家庭单独经营农业了吗？我和你讲个非常直白的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的道理啊，对不对？什么叫规律？什么叫经济学的规律？我说这就是规律，是不是？当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经济组织里边的企业的就业啊，这种收入远远高于你自己家庭种地里的收入了，他何苦非得要一家一户去种点地呢？对不对？为什么北京有很多村庄后来不愿意维持家庭经营这种状况啊？就是因为它的二三产业发达吗？它的工业化进程快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吗？这个就是经济规律。北京八十年代后期曾经因为那个规模经营的风波，跟国家的几大媒体打这个舆论战，对不对？打舆论战，那边要搞有些学院要搞规模经营啊，搞这个集体农场等等，那边的一些大报就开始批评，找茬嘛。就曾经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一个地区一旦它的二三产业发展到就是工业化水平了，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农民有了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出路了，并且收入达到一定程度高于他这个家庭经营农业的水平了，他绝对不会再愿意接受家庭经营，对不对？这个就是规律啊。直到现在我觉得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现在我们有些地区把集体什么都折腾散了，那光屁股了，裸存了啊！你现在说马上归大堆，这个都不现实，对不对？怎么可能？我们头脑不要那样简单化，说那个联产承包后来带来什么大问题，现在怎么那骂他，那个光骂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从八十年代以来，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农村在解决粮食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完成以后，如何加快农村这种产业结构非农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就加快农村的工业化进程。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因为健康如果再加上我们人民公社化的这种集体经济的体制的支撑，那么我们是一种健康的和谐的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是这样一个路径啊。所以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这件事在当时面对一些经济还很困难的一部分农村不是不可以的，我不主张过多的，即便反思改革我也不主张过多的指责家庭联产承包这件事。当然后来有些人的政策导向有意识地把它向单干化引导，这是另外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中央的文件现在也是说这个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啊。那么问题出在哪？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就对农村影响最致命的问题是两步错棋。第一步是简单化的解散人民公社啊，这是第一步。八三年、八四年，以正社分社的形式，就是下达一个中央文件，最后停止，没有什么理论来论证人民公社为什么应该解散，他有什么罪过，他为什么要解散，他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怎么不适应，他怎么就不能和农村工业化不适应，没有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成熟的理论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反正当时解散了。
我后来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我把它形容为这人民公社成了这个洗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啊，连洗澡水一块泼去的幼儿泼出去了，没有长成人的孩子给泼出去了。因为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一方面可以搞一部分人产承包，同时我这个集体经济的体制框架我不要搞掉，同时我又发展农村的乡镇企业、社会企业，如果这个过程给我延续十几年、二十年，对不对？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人民公社就不是一个轻易能打倒的小孩子，他就是我们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巨人，你就消灭不了他了。所以后来我有一个材料让我写，我说在那个时机解散人民公社，这个时机选择的非常巧妙，因为农村工业化刚刚起步，在全国来说还没有成气候，它正要发挥作用，还没有开始发挥大的作用的时候，你就把它灭了，所以我们后来乡镇企业出现了什么局面吗？大家都知道，村村添火，户户冒烟，对不对？低水平的初步建设。后来有些理论学者反过来又指责农村工业化，说农村工业化怎么不对啊，低消耗啊，什么污染呐、和城市争原料啊，一切对名都来了，连农村工业化这样的也成了问题了，直到90年代前期，也就是93年、94年，那么几年吧，就是所谓搞改制的时候，和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进程基本上同步的。把原来一大批农村集体企业基本上几年时间全部私有化，可能有的同志记得当时还有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当时乡镇企业也是以集体企业为主，北京也是以集体企业为主，对不对？北京的集体企业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90年代前期，实际上大面积私有化就是93、94。93年是初，93年刚开始的股份合作制，大规模的95、96的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全部私有化，该卖卖，连卖带送，那么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我这里面要顺便说一点，农村集体经济到底应该以什么为支撑？只能以农业为支撑吗？农村集体经济要能够生存和发展，它的产业支撑只能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集体企业的发展，否则搞人民公社干什么呀？如果人民公社不搞工业化，不发展集体企业，你搞人民公社干什么？净为了农业，对不对？净为了把农民轰到一块儿干活去，就搞人民公社，这个就没有任何理论了，没有任何合理性。人民公社它存在的原因，或者它能够生存发展的原因，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应该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农村集体经济要能够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农业和非农业的集体企业，就是说它要有二三产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没有这个了，集体经济你叫了多少遍都没用，你宪法上再怎么写着也是空的，一直空的。反过来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全国据我知道，可能全国现在存积集体经济仍然搞得比较好的大概有几千口，有时候6、7千的，这个准确数据不好说，但是有几千口，其中我考察直接考察过的至少有几十个，包括你比如最典型的华西刘庄、南街这东北的兴十四屯山东的那个龙口的那个南山集团，那都是一个小山南队搞起来的，现在几百亿的资产呢，兼并了30几个村了，完全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全国很多，从北部的黑龙江连广东的最早开放的地区的中山市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叫这个叫南口是叫什么啊，崖口，崖口村啊，到现在还坚持农业都是集体经济啊，崖口县城啊，有兴趣的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包括西藏，包括我们蒙古大草原，就是现在全国还有一大批集体经济的红色种子，或者叫红色根据地吧。大家想一想，凡是这样的集体经济坚持下来的，它基本上都是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迅速地发展了非农产业，经济的总规模迅速地扩大，没有一个不是，没有一个不是。我在华西至少看过三次了啊，最近那次大概是大前年什么，那个吴先接班以后啊，中午吃饭还跟我们聊，华西的路子就极具代表性。农业学大战的时候，人家是大张口大，啊，改土治水，解决农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完成，这个任务历史决策完成以后，人家就是搞农业，无人保早就开始搞农业，对不对？当时那个政策实际是合法的，但是当时的舆论是打压的。70年代啊，就是我们过去确实有走的东西，对吧？不要一会儿，当时我们特别是文革后期啊，就是我们有些舆论，有些理论和舆论宣传上对农村的村的企业的发展是打压的，但是政策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政策。那时候无人保就早就开始搞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华西的路子就是三部曲嘛，大搞农业基本建设，然后是工业大搞工业啊，然后是农村改造城市化城市化。人家叫什么叫什么？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城，90年代造城，这都是人家自己总结的，就是典型的三部曲嘛。三部曲嘛，就是我说的我们这个三个历史决策。我后来在人民网上发过一个帖子，我说华西的路子，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改革前我们是造田，解决农业。改革以后，我们是一个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建厂，对不对？人家叫华西叫造厂嘛。这个起来以后，就是改造村庄嘛，小城镇嘛，农民要上楼嘛，小时候城镇生活嘛，这非常典型的三部曲。这三部曲我在我们北京郊区调查的大量的村庄，凡是现在比较好的，基本都是。反过来，我们看看小岗。消防我也看过，我都现场考察过，包括84年就是改革初期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西县当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到安徽滁州啊、天长县呢，就是大包干早期的地区都看过。说心里话，当时我还对大包干没有多大的反感，觉得那个当时那么困难啊，没必要把农民非得捆得那么死吗？让大家这个分户经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30年以后，我再去看消防，就感觉很震撼。成了我们中国30年的一面旗帜，一个旗帜。大家想一想，我们前30年，我们党、我们的毛主席给我们农民树立一些什么样的榜样？啊，陈友谅样的榜样，啊，什么沙石玉啊，那一大批呀、啊。哪个不是带领我们农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呢？据我了解，这个小岗当时任首印的这个十八号啊，但是他们这个生产队规模很小，人均当时按当时的人口和土地比例，人均四亩多地竟然20多年得靠国家返销粮养活，竟然生产不出来自己的吃饱饭的粮食。那个包干之前，那个村庄外边那个垃圾啊、粪土啊，堆得小山一样啊，就不能够把它变成肥料，弄到田里去。就这样一个村庄，
是这么一个典型，竟然成为我们中国农民的榜样旗帜，简直不可思议。可惜这个后来沈浩同志费那么多心血，还拉着他们几次到南尖村参观去，啊，都扭转过来，他不可能扭转，啊，可惜沈浩同志，他扭转过来。我的感觉几乎是我们中国农民这种积极的局限性里面，又自私又愚昧又懒惰，就是农民的阴暗的黑暗的那个面啊，基本上都展现出来。就是说我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谁是不这个时代引领风骚的人物，你就可以判断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当时我看了以后，我说这个村靠什么人应该干得了。我说我后来包括这个回来我们一直，我说这样的村啊，他将来的改变只有一条路，把那个乡政府搬到我们去，把一个是政府啊，或者说是中心放到这儿，使这十几户彻底淹没在一个更大的群体里面，才能变。我看现在也基本上还是这条路啊。现在怎么样？把土地流转到集体这儿，然后这个土地给资本家集中去了吧？农民就给不再自己经营，成了给资本家打工的啊，资本在改造小农。这种农民如果不相信集体化，不依赖集体化，他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把资本所改造，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他必然，因为他组织不起来，没有这样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人物，没有这样的领袖，他的历史宿命就是要被资本所改造，这就是历史宿命。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三种问题啊，出现问题，其实从大的方面，就是整体的方面来讲，一个是简单化的解散了人民公社，使农村工业化失去了体制支撑，使农村的城镇化失去了体制支撑和组织代替，导致农村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大量的分散布局，啊，以及后来这种集体经济改制的这个进一步的自由化，这样就使我们农民在本乡本土向城镇化积聚的这种制度上的支撑就没有了。那农民怎么办？那必然要打工啊！我不打工就那一亩三分地，我怎么办呢？我孩子念书怎么办呢？上学一座大山，看病一座大山，住房一座大山，怎么办呢？还有活路吗？没有活路，他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雇佣劳动法，变成农民工，变成工人。所以农村一旦失去集体经济这种保证，这种体制保证和组织保证，农民的命运必然是作为资本的剥削对象。这个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所以我认为对我们农村后来对我们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啊，实际上一个是解散农社，一个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大众的私有化，啊，这是三农问题从内部讲它自身的一个原因啊，主要是两个主要原因。当然到现在为止造成我们三农问题的原因大量的已经不是三农内部的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这种整体的部署问题，我们宏观政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导向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开始整体上使我们的经济啊向这个殖民化的这个泥潭在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如果概括我们六十年农村现代化不同阶段给它个主题词的话啊，前一个阶段基本上是集体化，通过合作化组织起来，那么它的主题它的目标集体化啊，是解决农业问题，
解决农业问题。第二个阶段，从体制上说，制度上说，实际上是逐渐的私有化，逐渐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这是从体制上说。那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说，那么第二阶段主题呢，它应该是工业化。恰恰工业化需要集体经济体制支撑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向私有化发展。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让我给一个主题思考，我觉得更大的危险是我们经济的殖民化，甚至相当程度的经济主权的丧失。这是正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宏观上的政策和这个策略上的失误，导致我们现在解决三农问题，很多原因已经不是三农自己内部能决定的，就是与我们整体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路线、宏观的政策，它实际是两个一体的。比如说，我们这种过分依赖出口的这种所谓经济发展战略，它反过来压迫我们自己的企业。为什么后来我们的乡镇企业为什么好多大量的不行啊？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你还没升级呢，产业结构没升级呢，啊，其他都被外资给挤垮了，有好的被外资兼并了，甚至我们国家有的研究部说28个主导产业，21、22个都被外资所主导了，何况乡镇企业呢？就是说，过分依赖出口导向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本身，是三农问题之外造成三农解决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就是这种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问题，不搞集体经济，不搞人民公社这种工业化、城镇化。只照搬西方的那种农民都进城市的城市化，这是一个，也是宏观战略上的选择上的偏差，就是这些问题，这些宏观战略层面、政策层面的问题，它间接的甚至更深刻的影响着三农本身的问题，它是这样一个关系吧。这个简单说一下就得了，不行，时间太多。第三个问题呢，想说一说啊，就是我们现阶段啊，就农村现代化来说，现阶段面临的几个主要的矛盾焦点，就是我们现实面临的这三个问题上面临有几个主要的，我个人感觉就是要高度引起注意的啊，这么三个方面的矛盾焦点，一个。要不要在政策上强化乡镇层次的统筹功能？这是我觉得应该提出的一个问题。要不要就是按面对我们现实面临的问题，针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要不要强化乡镇这个层次的统筹？或者说，到底是要强化它呢，还是继续弱化它？我个人看法，就针对目前的问题，我们政府如果说要想真正的、逐渐的把我们的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向正轨上回归，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适当强化乡镇这个层次的统筹功能，强化它的统筹功能，提高它的统筹能力。因为现在我们存一级，除了还能发展的那个少数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以外，绝大多数的存级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并且今后
哪怕我们在通过深化改革也好，还是什么调整也好，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思路也不应该再立足于强化存异级的集体经济，我个人觉得都不现实。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要真正有思路的领导要研究如何强化乡镇这个层次的成果功能，包括二三产业的发展啊，包括农民的组织化啊，包括这个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建设用地的资源配置等等等等，好多问题，大的问题。没有乡镇这个层次的统筹，这个层次的组织啊协调，我认为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我对我们北京市这几年我们研究城乡统筹的问题，我对我们北京市的城乡统筹，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北京市要分三个层次城乡统筹。一个是你市级要统筹什么，市级政府哪些方面的城乡关系是需要市级政府来统筹的啊，哪些方面是需要区县这一个层次来统筹你的责任，还有哪些东西是必须由乡镇这一级来统筹的，这个任务不一样，重点不一样，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现在我们乡镇这个层次的问题在哪儿呢？一个是乡镇本身集体经济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微弱，有的基本上挂了，就是它的统筹能力非常弱。再一个，有些功能不协调，统筹起来该具备的功能没有。因为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过程。但是认识上要尽早。你像我们北京，你这个乡镇建了工业开发区了，比如建个什么产业园区，那么产业园区搞得很好啊，很活跃，但是和它外边的农村的发展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两张皮。我估计全国好多重点乡镇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这个开发区只是占你的地了，把你的地的一占啊圈起来，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在那发展啊，它不是和这个农村农民的这种整个产业转移啊，农村的建设等等，它不是一体的，甚至连这个机构设置都跟这个乡镇政府都是两张皮。所以这里边遇到这个现实问题相当多啊，不是说城乡二元体制了，我们自己的乡镇这个建了这个园区那园区还都跟你政府不是一个体制呢，和农村不是一个体制呢啊，这又是一个二元结构，谈何一体化呀？谈何一体化？那个园区是发展了，是挣了钱了，对不对？和农民有关系吗？好了，地方政府落点税，全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王国，这个谈何协和？协调班谈何城乡关系啊，谈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啊，不协调，都不协调，就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我只提一下，不过展开来说。第二一个就是关于目前土地流转的问题，我觉得土地自由化流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私有化导向的概念，这概念本身，我不知道有人推销过没有？为什么非要叫土地流转呢？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说我这个家庭我不愿意承包土地了，我把它交给集体，或者我集体采取其他的经营方式。所谓的土地流转，说穿了是农民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吗？怎么就成了流转了？对不对？陈新文最近有一个成都的考察报告，还在也在讲这个事，不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的调整。你愿意承包，你承包；他不愿意承包，我交给集体，集体再转包别人，还是怎么弄？对不对？双重经营体制嘛。有的地区呢，大街上那个标语就是“农民这个土地流转由”。那原话我记不清了，就是农民有绝对的权利啊，绝对是农民自己的权利，
我就纳闷了，怎么叫分散经济制呢？那土地所有制不是集体所有制，不是我们的宪法里面写着的吗？明明是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他非得不说调整，我们现在非得不说调整，非得说是流转，干什么呀？这不是要土地私有化呀？这个要修改法律啊，这个可能触及到政治底线，改不掉，冲不破，得了，啊，打火灯向右转吧，啊，绕着行吧。咱们我不说土地私有化了，嗯，咱们说土地流转吧，对不对？明明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土地关系的调整，我可以加入分户经营，我也可以一部分农户不经营了，愿意承包地的农户给他扩大承包规模，完全是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双层经营土分结合的一种调整啊，怎么就成了土地流转呢？现在这个土地流转成了我们现在三农问题的一个现在最时髦的概念了，大伙都在那儿啊，怎么加快土地流转呢？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啊？哎呀，这个事情，但是现实当中的土地流转是一个什么状态啊？说白了就是资本在圈地嘛，对不对？资本在圈地，就是一次最后的圈地运动，就是在圈地运动，就是在圈地，你流转。土地流转这个概念无非就是你给资本圈地运动提供了一个绿灯，提供了一个口子，给了一个借口而已，对，对不对？他明明就是农民土地承包关系调整，你非要说流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为资本圈地提供了一条出路，找到一个出路。土地私有化不要扔，私有化就不用说这个，就不用再转这样的概念了。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目前我们三中当中现面临的一个，也可能是最后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这个口子彻底打开以后，那么资本最后改造小农的最后的晚餐啊，也就很快用不了几年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如何对待农村的这种所谓的土地流转，如何对待这个资本圈地运动，这是目前非常严峻的问题啊！包括中央高层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习文同志也都很关注。我曾经亲自考察过这个，不是北京啊，也是一个直辖市的一项，我是在也是在报上看的一些情况介绍，后来我带着我的年轻的孩子们一块开车去看啊，你没法理解。上万亩的土地，山前的暖坡呀，包括农民的村庄，上万亩的一次给你敲了，然后把农民的房子拆，那边给你盖着四层的那种小楼，叫农民宅基地，把楼房好了啊，给你个两居室啊，三居室吧，啊，完了这边第一上万亩的一圈干什么？全部是高档别墅。高档会所，富人区，什么价钱呢？开发商出的价30万一亩地，但是这个三十万呢，至少25万左右是被这个县政府全部用了，到乡里边办那个事儿啊，再给他一亩地，再平均也到不了2-3万块钱，农民得到了什么呢？按你土地承包权当时不是30年吗？还有20年，1年的土地租金700，20年14000，农民到手的就是14000，这个土地就没了。法律上说叫做要你20年的土地使用权，但是人家那边高等别墅区就呱呱呱都去建起来了。我后来就跟这个老百姓这么被轰着上楼房上搬。我说你他们这种做法你们能接受得了吗？我接受不了没办法啊。我说那你没上访啊？怎么不上访啊？上访啊，上访也不管事啊。第一次上访啊，想办法马上找你地方政府把人接回去，一个人你交10000块钱。第二次还是通知地方政府把人接回去，再交10000块钱。
如果第三次发现你要来了，得，我还不通知地方政府了，我直接通知地方刑警部门把你抓回去，就这样弄的，就这样。后来那个农民一个，其中也有五十多岁的一个男同志吧，气得没办法，后来经常说什么话，如果要是日本鬼子时期，啊，老百姓会带着，不是带着八路军找日本鬼子，或者带着日本鬼子找八路军来，就这样对待我们的农民，这就是土地主长啊，这典型的资本在孤独农民，对不对？所以这种现象，在全国不是个别的，资本进入农村，严格地说，都不是为了搞农业。如果为了搞农业，也是以农业为借口的这种旅游度假休闲的这种所谓的高档富裕，有几个资本家这个钱愿意解决你中国的粮食问题了吗？这不荒谬了吗？对不对啊？那发达国家的那个农业那粮食都是靠补贴的吗？对不对？你看那个英国政府、法国政府，他为什么跟欧盟也争呢？他从欧盟这多争一些粮食补贴给他的农民。我们的农业能建立在资本家的这个基础上吗？他哪说的你农业去吧，占你的地土地，他要看到城市的地圈完了，农村的地有的也有之前，是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二个重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农村内部，我们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农民没有组织化，他根本无法抗拒这种资本的入侵，他根本不可能所谓的什么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都是纸上谈兵。所以说，如何解决我们农民的组织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第三个现实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要焦点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现代农业到底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为主导的，还是要走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农场化的农业。我上周去成都的一个下面一个市，他们搞现代农业的一个试点，也提出了一些思路，提出一些模式，让我去看一看，有些创新，有些新的创新点，但是呢，缺失的也仍然是农民的基层组织的框架如何弄，也是这个问题，包括乡镇层次如何加强统筹的问题。现在我们农民的组织化，不是像我们有些这个所谓的专家们说的啊，搞专业合作组织吧，十五八户搞一个什么专业合作社，那十五八户搞一个这个专业合作社，停留这个层面是不可能的，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所谓专业合作社，什么专业合作社法都弄出来了，这个东西解决不了三农问题，解决不了。甚至有些人想出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过去那个人民公社，这他不行，必须得啊回到那个以农民单干为基础的再组成合作社，是不是根据这个路子来的？是要否定集体化，然后另起炉灶来的？这个炉灶你起得来吗？你烧得起来吗？这盆火烧不起来呀！啊，甚至有些我们所谓的有些专业合作社啊，说不好听的，不过是以这种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给资本家打工。所以真正要把我们的农民组织起来，还是要建立新的体制，积极经济的一套体制，创新一套新的组织形式，要有体制政策上的保障。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合作经济，所谓的合作经济啊，但是它不占主体，不占主导地位。我们的农村的现代农业也好，现代农村的现代化也好，那么它的基本制度支撑还是要考虑真正的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体制支撑，没有这个东西不行的。不光靠这时候八户，那个时候八户办个什么合作社，
那我们像我们有些领导讲话，那他们伊朗的土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成不了气候。所以我后来就在有时候在外边也给他们提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研究要解决现代农业的产业化组织体系，就是我们过去这个集体经济大家知道叫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当然在那个阶段那个时期它是对的，它应该那样搞，但这个东西到一定的时期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它需要改革，有些东西不历史是不可能简单的回归的，那么现在要研究创新一些新的形式，那时候我们农业的产业化，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农民最苦在什么地方呢？农民他只占农业产业链条里边最低端的那个生产环节，对不对？最低端的那个环节，这个环节之外的所有环节全没在我们农民手里啊，对不对啊？甚至包括农机服务了，你把它各种生产资料供应啊，农产品加工啊，农产品物流贸易等等啊，全资本化，全私有化。我们的农民仅仅在生产这个环境，你把它组织起来有多大意义啊？更重要的问题，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农民按照农业这个产业链条把它组织起来。进入产业链条的不同的环节，包括生产环节，包括加工环节，供销环节，这个贸易环节，甚至一些这个公司化的东西，最终要形成我的理想，也可能这个模式太理想，就是说合作经济，基层的小规模的合作经济一定要有乡镇甚至区县层次的联合经济组织。就香港咱不好说回复人民公社了，就是要有高于村级这个层次的联合的事儿，要这种就是规模更大的联合的合作经济组织，然后由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来行办农业产业链条当中各种环节，加工、贸易、销售，甚至现代农业园区、农业观光休闲等等，农业和三产融合的各种形式等等，就是农业生产环节是利益很低的，需要补贴的，但是农业延伸出来的其他那些环节，大家都在挣钱，只是跟我们农民没有关系而已，是不是？就是农业这个产业的链条，所有盈利的环节。这个利益圈和我们农民没关了，对不对呀？我们过去的供销合作社，你是为农民服务的吧？后来怎么样？形成独立的利益主体了。信用社是不是农民的信用社？你查查历史去，是不是农民的信用社？后来形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了，全成了从农民输血、从农村吸血往城市输血的组织了，坑农的组织了，对不对？现在有人研究金融问题，农村金融问题，什么小额贷款等等，怎么别说起来还是支农，你能解决支农问题吗？农村金融问题的出路，根本出路还应该在于如何发展合作金融，和合作经济的组织建设融为一体，发展合作金融，真正用扶持现代农业，扶持农村经济。大量的原来本来是我们农业产业化体系的环节，后来基本上全都游离出去了，利益独立化，和农民争议了。现在我们的农业产业整个就是这样，就整个这个产业链条就是这样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和农民争议的，包括前面的农资的销售环节，都是吃农民的。我们这种农业能可持续发展吗？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还是要回到合作化的路子上来，集体化的路子来，由我们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联合组织去兴办这些企业吗？如果我们的公社不给灭掉的话，这些东西不是自然的吗？哪个公社没有供销社？没有食品站？没有收购公司啊？没有信用社啊？那它不是为我们农民服务的吗？后来这些东西不都是分离出来的？Thank you.
都市场化了呢？破坏人民公社的结果啊，他不但是把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打断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打断了，而且把农业的产业链条分解的从农村就全部分解了。所以说就现代农业来说，我提的口号是要想办法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的组织体系，从农业发展的角度说要建设农业产业化体系，从政策和制度来说要研究如何按照产业化的组织来把我们农民吸收进来，就是农民的组织化。换句话说，将来农民的组织化要按照农业产业化的需求来设计，设计这样的制度，设计这样的体制，设计这样的组织形态。这基本的组织形态实际无非是三大类，一类是合作经济组织，包括联社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一类是公司化的企业组织，就股份制的公司化的企业组织；还有一大类是那种非政府的社团性的公共服务类组织，像各种专业协会，农业的各种专业协会，政府资助它那种农业服务社团组织。就是这些组织形态都是现代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应该把这不同的组织形态在利益上形成合理的结合或者融合。最好的或者说理想的模式要合作经济组织办企业办公司，然后行业协会进行指导，专业协会进行指导。但是现实操作起来还有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这是我觉得目前我们现在农业面临的一些几个焦点问题。实际上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国家呀整个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对我们北京郊区的研究就是北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就是郊区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那么北工业化中后期的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不光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是农村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变或者叫转型，这是必然的。农民这个群体在分化，早就开始分化，从80年代都开始分化，农民这个群体在分化。如果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这种分化是一种产业分化啊，是一种农民的产业转移啊，这是一种健康的分化。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集体化集体经济的路子，那么这种分化最终的结果就是一种阶级分化啊。农民这个群体最终如果资本主义改造小农，它最终就是一种阶级分化啊，衍生成新的阶级关系嘛，这很简单。农村村庄之间也在分化，有的村庄越弄越大越好，甚至人家你像华西多少高的大楼都起来了啊，也工业化了也城镇化了。有的村庄这个不死不活占大多数，还有一大批在迅速的衰落，劳动力大量的转移，村里边剩下老人儿童啊，所谓的留守儿童嘛，都成为问题研究进行研究。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进入整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传统的农村社会面临不管是经济的在变化，而且社会结构在几千年历史不曾遇到的剧烈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局。村庄在分化，人群体在分化，原来的村庄这些集体经济组织也在分化，有的彻底消亡，基本上快消亡了，有的人家还在迅速资产迅速增加。怎么适应这种分化的趋势，完成这种产业的发展，结构的升级，社会的转型？那么我觉得最终的出路还是要回归到毛主席为我们开拓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这种体制上来，对这种路线上来。
尽管现在面临的矛盾很多，但是本着不激化矛盾，认真研究实际问题，探索新的出路的，本着这个态度，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我倒不主张过多的这个看到这个黑暗的一面，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从指导思想上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得闹明白一些基本道理，得闹明白我们中国这种农村向现代化转型，它必然要面临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它只能依托什么体制、什么机制才能实现？要冷静地思考问题。应该说，我们有了前30年社会主义丰富的实践的探索，又有了后30年改革开放的这种探索，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向资本主义退化的这种蜕变的这种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相对成熟的阶段。如果说你说咱们这个改革初期的时候，你就能给我说出来中国这个农村现代化应该怎么怎么着，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恰恰因为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在不断的比较对比，来总结，深入的总结，才能重新找到正路，或者回归到正路。我有时候在想，50年代的时候，包括特别是合作化过程中，和这个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出了问题，把共产说的时候，就这两个阶段，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对我们农民问题的这种调查研究，我们现在看不到。合作化，我觉得他自己搞了多少调查，分析了多少点滴。老人家自己弄那个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什么那个，搞了多少典型我们现在有多少领导还做这种研究吗？还做这种调查吗？人民公社化运动当中就出现问题了，到处搞共产风吹牛皮，对不对后来主席觉得不对了，亲自搞了多少调查，捋出多少个问题开了多少次中央全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呢，部长们找来，省委书记们找来，地委书记们找来，甚至直接给生产队长们都写信，搞了多少次研究，搞了多少问题的研究十几个几十个问题一个一个研究，60条是怎么出来的农业发展40条纲要怎么出来的，我们现在还有老人家那个时期对我们这个这种社会的研究的，不是说水平吧，这种精神还有没有？没有这种精神，又有什么资格指导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开个西山会议，找几个精英一讨论，打左都向右转就行了，这个政策就下去了，这不行啊！最终要碰壁。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矛盾很危机，包括近期这个最近的美国的国债危机某种程度上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危机的加深当然我还不敢说是不是预示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现在还不敢做这样的预测但是我们中国经济已经深度的和这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深度的融为一体，特别是被美国这个国债我们大量的出口的外汇回来买了一大堆绿纸换成了国债，人家将来拿什么还你就全部让我们跑，已经深入的陷入这种卷入这种体系当中。那么在这种或者在某种，我倒赞成有些同志说的，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到了一次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过分的情绪化也不行，也解决不了问题，要冷静，要面对现实研究问题。我倒觉得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为如果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的话，深度的影响我们的
发展和稳定的话，我觉得将来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保证是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把我们农民真正组织起来。没有这一条做保证，将来我们的危险我不敢预测。今天就说这么多吧。